有人说，女人是世界上噪音最大的生物，三个女人制造的粪便量相当于500只鸭子。而我要说，36名一年级小怪物的破坏力，足足顶得上500个女人。全部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快点，坐好，老师要发火了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因为我就是一名可怜的一年级班主任。新的一周，为了扭转悲惨的先师生涯，我决定向熊孩子们开战。但无论我怎么出招，都无法阻挡他们继续放肆的步伐。苗一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不该打你的头。这就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就最后一次。我心怀美好的相信，这一定是他们最后一次闯祸。可事实再次证明，我的确很傻，很天真。我每天都在骂他，我每天都在批评他，我心里不难过吗？我彻彻底底的崩溃了。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，但和小花老师一样，我也开启了一天哭拔地儿的循环模式。老师要带他出去当一天的老师，让他感受一下当老师是多么困难的事情。他们自相大，我以后肯大家也不想当老师了。这就是我和熊孩子之间的战斗，这场战斗还在继续。